错杀，也不能放过。你要以天下人为敌吗？你身负我血，本就是为正道不容的妖物。谁看见我杀人了？我如何证明？我没有。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百花成灰。等我，天杀无情一天空的放手吧。人欲受教，八十六计又要生出一场浩劫。我要杀，害怕。哥哥哥哥，好看。战战，我喜欢上你了。我们一起吃饭吗？是不允许吃饭，不要酒。这是药酒，是不允许。酒足饭饱了。两个傻子都能成事。喜欢不喜欢？为什么？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充满了咒骂，又无法控制。心情已经不对，我知道。一个月休息，我不要办你文书，此道损失，我不会变成那样。信我，安禅，行。唯一，我如何护好了他？小心，我证明给你看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他没事就来找哥哥，我已经记不得，不过都是很久之前的事。他吃两成什么东西？就凭你区区一人，哎呀，保不住就气了。难道就想扭转这一生孤寡之命？若不惩戒你的母女，我没有做，如何向六界交代？生死生命，大道无常，天也万物。你是你不如会算天机，逆改天命，你是要承受天道怒火的反噬。放过他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如此冲天杀气，天下苍生遭难。你难道真的以为这天命是可以扭转的吗？我去把他追回来。喂，你怎么样？怎么都没有？见到他了，我没想好。对不起，这条路，那个人是哪个人？这件事自然清楚。一步错，便是满盘皆输。我已经输不起了。子轩，千万要小心，记住。思辨，本座不过是要建立秩序，重振天界三千威仪，革故鼎新，方是顺应天命。天下人有我主持，可你还是愿意收留我？我完全没有这个偏袒的心，可有些事没办法忘记。我找不到人，那么大哥，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是孤身一人。你来吧，撒一点。二哥，是坟杰啊，发大财了。安禅，何时何地，只要抬头，便可看见回家的人。唯一，这个